人以外，这个一样的。他们在这样，通过波兰那边的技术，然后目前这个这个在刚加加强去，
球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这个六线的这六线道呢在跑，啊，边上有这脚踏车的线道，你现在在走的全部这个练化这个全部的这个这缆。进门，啊，过来这边。伊这金门大桥，啊，这长有2.8公里。2.8公里的这长，伊这啊，听伊咧讲，伊这建立伫这1936年，伊这就是这吊桥式，伊这长桥。
咱伫这金门公园啊，去暗的暗餐点一中国饭店饭馆啊来用餐了，啊，大家出来外口啊，踮遮来看这风景。咱即马啊所看，这就是这金门湾的这大桥。伊即座海湾大桥全长有13.5公里，唔呐伫溪湖啊，甲园林的远，靠溪湖甲鹿港的这长度，的这距离，伊这足长，就是佫经过一粒山，的这崩坑过，啊，所以这桥。非常的正常。